嘿嘿，不亏。你救了吗？问题不大，傻只能说傻人有傻福啊！这 TP 不能跑，点直接给 A 一下，哦吼，可以了，别跑、啊、兄弟们，跑的话你全死了。控制一下小兵，小兵仇恨，背刺一刀走，防止被他 A E 换掉，所以我们这波直接 A 刀走，已经很赚刺客就行了。哦，傻人有傻福，嘿嘿嘿，这波我们可以回家了，嘿嘿嘿嘿。这把阵容是对面阵容是比较肉的，就如果说你感觉阵容不好，你可以买一个新石打肉，然后打他们半肉英雄吧。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幽梦，因为主播是幽梦代言人，咱们虐菜啊，打这种分量比较低的分段啊，必须幽梦，不玩幽梦纯纯的垃圾。有句俗语说得好，年少不知幽梦好，错把心石当成宝。又要回家吗兄弟，你别搞啊，你这逼怎么回家呀、啊、这是想挂机是不是啊？妈先被控了要毙，真想挂机啊。而言这个演员的讨厌是吧？不好动手啊，感觉。嘿嘿，怎么说？拜拜。嗯，逮住了，再吃那个兵。嘿嘿嘿嘿。看我来吧，一刀流，兄弟们。看我一刀秒杀对面 AD 吧，中单一刀秒很难，因为中单等级一般很高，而且会买那个银焰，银焰可以加生命值嘛，想一刀秒很难，但是 AD 也是随便一刀秒。我这么肥，这把预测一下好吧，我给你们运营一把，来吧，26分钟神装，27分钟神装大概左右吧。主播的发型比以前帅多了，不，我这张脸摆在这儿怎样都帅。你这样说话太片面了兄弟，就我张脸配什么帅，你配什么发型不帅兄弟。有没有把 W 骗出来，我在上他都是 W 吗，好像是 E 级的，他没闪现了，直接追他，要不要一丢，嘿嘿嘿嘿，逮住喽，先锋直接吃。我这把刷的也比较少啊，希望有打野过来，别九百一些成绩就行。六级了，好吧，那没事了。而且买的是多兰之剑、多兰之刃啊，这版本打野很流行买个多兰之刃来打架，但我觉得这是错误的想法。也许你在前五分钟可能多兰剑很强、多兰刃很强，对吧？但是你会影响你神话装备的成型，就是说你中期很弱。我没有减速，大躲一下。哦，他没大招，好吧，然后帮他把线清一下。这个中单没蓝，所以帮他把线清了，直接线直接爆炸。走，这个血量我真是，哇，顶不住诱惑，兄弟们。嘿嘿，应该飞镖死了吧？我不用点蓝了，是吧？皇子在，我靠。哎，他跑，他干我还有点怕。再说，哎，不该给你拿，死了，嘿嘿，直接从家里走，三怪救我了，所以我们也不用怕，买个盒子往下走 ，Q 走算了。一个飞镖打不死啊，哦，死了，漂亮，这是一个被刺的飞镖，所以给他干死了，还能顺便把他蓝帽偷一下，哦吼。起飞，兄弟们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哎呦，倒霉蛋！
刚好被我 Q 过来看到了，装备很好啊，不然 我对飞镖其实是比较，就我很讨厌飞镖的技能，因为伤害真的很低，还有我装备比较好，不然我感觉飞镖打不死。主播可以随便打，为什么我被白金欺负？因为我打的不是白金啊，我打的是大师分段。你打不过白金，但是你打得过大师啊，兄弟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，兄弟？我也打不过白金，我打白金也被欺负，但是我打大师随便打。我幽梦好了，杀他得预判，躲他一个 E 才行。哎，提莫吉又被逮住了，有点小崩盘，要投降了，完了，这把不要控小龙啊，控小龙对面包投降，兄弟们，吸波血也不过分吧？对面这把投降了，搞一手也没关系。啊，不对，好像他过来了，啊，踢过来了，好烦，有 TP 啊，吸不了。啊，还自己吃一手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搞不了。过来把他们装杀一下，等两秒钟。隐身过来。能弄。大躲一。猜错喽。猜错喽。怎么啦？你的右眼皮一直在跳吗？难道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右眼皮在跳吗？啊！走吧走吧，下路好像有点坏事。我们为了不让对面投降，必须得养肥了一条路，你知道吧？就是下路你必须不能抓他，如果你每条路都要抓崩了，对面就要点了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下队不抓了，好吧？我们直接不抓了，直接不抓了，下路直接不抓了，不管下路，就主要抓中单跟上单就行了。反正我的打野刀，反正我的那个无形猎人都给满，只要不让对面控小龙就可以了。这土龙我不想给对面。小龙眼，跟你说一下，小龙眼啊，别露脸啊，也是不能露的哦。就欺负对面打野跟中单就行了。皇子从野区过来，带个红 buff 什么意思啊 ？CF 六嘛要。哎，完了，被 K 头了。我遇到了很坏很坏的人，我遇见了一只很坏很坏的人，完了，刚说不抓下路，快把头 OK 下，嘿嘿，还我一个。有一说一，没必要，这时候越了真投降了，真投降，这波越了真投降了，兄弟 ，AD 在放弃，真要点了。但是队友都上了，你必须，哎呦，上好高啊！土龙不打，我们这逼真不能投降，真的一刀秒。稳住，现在我们的想法不是怎么杀别人，而是怎么让对面投降。在应该说不送人头的情况下，怎么让对面不投降？你要送人头，那更没意思了，那就有点毒瘤了，知道吧？就是为了节目，为了直播摁完，我们是。提升自己经济，慢慢的，又不带连局，找赢不好吗？这个分段怎么跟你形容呢，兄弟？这大师分段就这样子了，大师分段就是个样，知道吧？就是因为实力碾压嘛，除非对面也有带连，那种比较实力比较强人，对吧？都是普通选手，知道吗？就是本地选手就会被碾压，就必须得有小带过来才能安排我。就才能把这把游戏拉到五五开，或者是拉到军事，甚至是小优势，不然只能这样子了。这走，不要让我们去刷野去。等三件套，这个是一区大师，400分左右吧。看来你们好像根本不懂实力差距，就王者跟大师实力差距有多大。就看着好像就差个500-600分、1000分，对吧？实际上有多大，你们好像不知道啊，兄弟们。就是主播随时可以杀死比赛，但是我要对面自己放弃，要不然就等我一刀秒了，他才放弃。
别吃野怪，不要管他，他的 EQ 走追不了的，刷野就行了，很难留住。这波不好打，我们先往上面走，篝火打不挡篝，不好上，我们这边是五个人，隐身过来，打一套，看到我了，看到我就后退，先一眼，等下个 Q。这边丢，然后等等个 Q， 不着急，隐身过来，卡莎看卡莎位置，大直接看，被晕住了，哇，刚好机器人了，快跑，利用蓝草加速跑，跑远点，跑远点，不要漏这个视野，不要漏这个视野，这个视野不能漏，这个地方不能 Q 过来，他会预判我的，他一定会预判我，走位 ，OK， 我们先到了。还行，差点嘎了，吓死宝宝了，吓死宝宝了，先玩60秒钟，好，18分钟，三件套加两个长剑，这把感觉25分钟就可以升装了，我大概买个收集者之后暴击一刀就可以秒掉魅力了，哦，好像不行，得再买个1400才行，哎，我卡被抢了，没开到啊！完了，送了一个。哦，没割到我，快跑！他没割到我，吓死我了！割到我真死了。咱们把下线带一下。主播不炸鱼的话，哪个打不好？挺进不要出斑肉，挺进也是出刺客的，也是出暗爪。小丑最好别出斑肉，不厉害。你先过来。然后我们直接吃这个塔，1400，哎，先拉扯，没 Q 别往前走，免得被卡莎飞了。先锋刚刚是不是瞬移了一下？看我，别看我兄弟 ，Q 走 Q 走啊！真的假的？真的假的？我都 Q 躲开了，还被他勾了。完了，这下真甜了，撑头了，我先走吧。撑头了，这可把真要点了，我先走了。没血量不浪，知道吧？就是半血推塔的时候你就不用去了，因为你很容易白给。我们把1000块钱保住，其实就是优势。去刷野就不直接。半肉不厉害，为什么玩仙宫？被血太多了，本来就不玩仙宫，一刀流本来不玩仙宫，本来就冲。你不会觉得一刀流真是玩一刀吧？只是说速度快像一刀，只有装备特别碾压，才能真正的一刀秒，就是完全一刀。然后军事化可能就得你可能得冲了 A3 刀才行，你买仙宫的话军事就废了。这不我们直接吃钱就行了。对面是没有放弃啊，应该是觉得我们菜刀队想要坚持一下。我们先把这个红吃了，完了冰雨浪了，浪了都能活吗？啊，活不了。摧毁掉那边的梦吗，兄弟们？三八开隐身过来。啊，没走这边吗？等个 Q 不着急，过来。预判一下这 ADC 的位置。冲单。打不挡钩。还是预判这 ADC 位置。然后看一下，不着急。难过办了许多酒，许多的酒。这边一定要开个头。背刺一刀。闭了闭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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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磕瓶药 ，OK， 400攻击够了，哈哈，但是有只有百分之四十的几率，暴击这40%，可能有点看运气，好像又一波了，不守了，看他是不想玩了，那没办法了。